闻脱口秀，妙语说天下。各位观众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正在直播的《说天下》，我是每天晚上下楼遛弯儿，嘿，都能看见我们门口小广场上好几对双胞胎的老杨头子。大家好，我是下楼遛达看见双胞胎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老大还是老二的蝈蝈。就看出来。大家好，我是能告诉你为啥现在双胞胎多还能一眼认出来的郭建。我们仨这个话是打哪儿来的呢？是啊，有个最新研究报告说，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60万双胞胎出生啊。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每42个新生儿当中就有一对双胞胎。人类双胞胎出生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达到历史最高峰。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聊一聊啊，您身边的双胞胎多吗？双胞胎都发生过什么趣事呢？欢迎大伙在直播平台上给我留言，跟我实时互动。好嘞，这个话题咱们一会儿再参与哈。马上来说一下新闻。节目开始呢，必须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央视315的晚会，太给力了。是啊，晚会曝光的案例呢都是大家关心的。先说第一个偷脸的事儿，看了晚会，很多人都感慨，我才知道自己的脸被偷了呀。对啊，不知道大家伙在逛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几乎每一家商铺当中都会装有摄像头嘛。我们以为这个是为了安保，但是其实很多摄像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却把我们的脸偷走了，丢脸了。当然这里的脸呢指的是我们的人脸信息。根据这个央视报道呢，包括科勒卫浴、宝马、 Max 你的个人简历。根据央视记者的调查，在一个名叫58智联粉的 QQ 群当中，记者呢就向一位买家支付了7块钱，就买到了一份智联招聘上求职者的简历。这求职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照片、联系方式、工作经历、教育经历等等信息一应俱全。记者发现，在智联招聘上，企业账户只要交钱办理会员就可以，这个不受数量限制的下载包含姓名、电话及邮箱地址等关键信息的完整简历。记者还发现，还有人在兜售智联招聘的企业账户。同时，在前程无忧和猎聘网上，这企业账户呢，只需要支付费用就可以下载到求职者的完整简历，对企业账户同样存在管理漏洞。警方调查还发现，犯罪分子一方面的通过企业账户获取简历，另一方面的通过 QQ 群批量购买简历，通过这样的途径呢，大量的个人简历信息呢，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不法分子的黑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315晚会曝光的另外一个案例哈，就是手机清理类软件专盯老年人呢。70多岁的李阿姨通过智能手机看新闻、看小说的时候，这手机屏幕总是会自动蹦出一些所谓的安全提示，什么病毒垃圾、内存严重不足。按照提示呢，李女士就清理了手机。可是她发现这些所谓的安全提示真的越清理越多呀，而且手机也是越用越慢。一些 APP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清理手机垃圾，背地里实则是在不断的偷取大量的手机里的信息，对老年人们进行用户画像，给他们被打上容易被误导的和诱导的群体的标签。于是各种低俗劣质甚至带有欺骗套路的广告和内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推送到老年人的手机上，使得一些老年朋友上当受骗。除此之外呢，央视315晚会还曝光了360搜索医药广告造假链条，揭阳一个隐蔽的工厂翻新废旧的钢筋，还有名表维修中心对磁故障的手表简单消个磁就收取2000多的费用的很多个性化的案例。就是说这个手表在维修中心躺一宿，然后就收费2000块，2000块。还有河北沧州市青县的瘦肉精羊肉问题，晚会曝光的安全啊，触目惊心，都是套路啊。而涉事企业也一个个接连是回应。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瘦肉精羊肉哈，河北沧州市委市政府就迅速召开了处置工作调度会，成立了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立即责成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连夜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而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了，对问题羊肉进行封存，正在追溯瘦肉精的来源，迅速在全市对违法添加瘦肉精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整治。另外呢，科勒卫浴回应门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部分应用商店下架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猎聘、360搜索道歉称要彻查代理商及相关的账号。长安福特方面也致歉了，对存在问题的变速器免费维修。这就是315晚会的力度啊，保护消费者权益、舆论监督很是重要的有效的方式之一。所以呢，我们要时时监督，也希望天天都是315。没错，你说莫名其妙的自己的脸就被偷走了，丢脸了。还有防不胜防的瘦肉精羊肉，没准我们也都品尝过。嘿，央视315晚会对消费领域的监督能坚持这么多年，让人佩服啊。突然间啊，我就冒出一问题啊，你说没有315晚会的年代，
是如何打假的呢？这个问题真的特别有意思，是不是？光影能够重现历史哈。最近呢，央视新闻 APP 就分享了一部老纪录片，是记者1955年北京第一家大型国营百货商店开幕之后的故事。而其中有一个桥段哈，就是打假的，特别有意思。我们来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像这类由国家经营、品种齐全、价格低廉的商店，深受市民欢迎。然而，千奇百怪的商品质量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没有315晚会的年代，假冒伪劣怎么曝光？别着急，人们自有办法。比如这个与众不同的展览会，用这种办法展览这种次品也倒怪有意思的。展览会上给它起的名字叫四漏，像这样的你能分辨出是布还是纸呢？不仅样式不美观，就是质量也不高。陕西中南火柴厂生产的钟楼牌火柴应该说是真正的安全火柴，不管你费多大劲，保险刮不着。国营武汉212搪瓷厂生产的这锅瓷盆用几十斤大石头还拉不开它。如果像白兰牌这样的雪花膏，就是人民需要量再大也不会去买它。哎呀，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拍的吗？半个多世纪了，对吧？这个太传神了啊！没想到那个时代人们啊，打假的意识就如此之高，方式还如此的活泼新颖，抓取的细节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对，这个是1956年哈，北京举办的一场日用工业品质量展览会。那这场展览会它是云集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所谓问题产品。这个办展会不为买买买，而是曝光吊打劣质商品，这样的展会呢难得一见，尤其是那安全火柴啊。我们再来看一小段。为了遏制这种风气，1956年初，在工业基地上海率先举办了劣质工业品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又搬到北京，还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新闻电影《顾客的烦恼》，在全国放映。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被直接点名挂上黑板，这样的起笔曝光也足够给力了。那个时候有电影院嘛，然后拍成电影全国曝光，真的是够新鲜的了。是啊，上世纪50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315晚会，但群众吐槽的这个功力一点都不含糊。压力之下，商家只好千方百计、各出奇招的来改进自己。比方说，天津百货大楼就允许顾客试用，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包退包换。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呢，定期召开会议，先向顾客代表征求意见，再给工厂下生产订单。放在今天，不就是买家定制吗？对不对？所以这一段老胶片一定要保存好了哈，为消费者充满智慧的维权之路留下难忘的回忆。实际昨天呢，除了这315晚会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一场遮天蔽日的扬沙天气席卷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啊。是啊，最强沙尘暴刷屏了，多省发布了黄色预警。就说咱们辽宁沈阳哈，昨天放眼望去，那真是浓浓的土黄色，感觉在拍摄古装片一样。好家伙，天昏地暗，跟闹猪八戒似的。这也是近10年我国遭遇强度最强的一次沙尘天气的过程。这沙尘暴范围也是近10年最广，几乎整个北方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在沈阳是浮尘和扬沙天气，在北京那就是强沙尘暴了。大部分地区的 PM 十超过了2000微克每平方米啊。那么这场大范围的沙尘天气的源头是哪里呢？答案就是蒙古国。据蒙古国紧急情况总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消息，14号晚间，蒙古国多省发生了暴风雪和强沙尘等灾害性天气，风速达到每秒20米，阵风达到每秒30米到34米。受特大沙尘暴影响呢，截至当日17时，蒙古国一些省份的51个县发生了暴风雪和强沙尘等灾害性天气，已导致10人死亡。截至目前，蒙古国紧急情况总局共接到590人失踪的报告，各省紧急情况部门和地方政府已经搜寻到了579人。目前苏赫巴特尔省依然有1人失踪，正在全力搜寻。根据不完全统计，这次特大沙尘暴导致蒙古国58所房屋倒塌，20栋房屋顶棚被刮走，120座栏杆
杆被毁，还有蒙古国西部部分地区13号和14号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用遮天蔽日来形容真的是毫不夸张。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表示，本轮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天气已经达到严重污染级别了，影响范围达到1/5的国土面积。 PM10 的浓度如果超过了420微克每立方米呢，就是严重污染。昨天呢属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普遍超过了1000微克每立方米。鄂尔多斯从昨天凌晨3点钟开始一直持续9000微克每立方米以上的浓度水平，整个这污染过程影响范围是非常之大的。从凌晨4点左右哈，基本上是席卷了内蒙古的中西部，而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持续的向南扩展，目前影响到了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甘肃、青海还有华北的大部地区，影响范围几乎是全国的1/5。这次浮尘天气也是几乎覆盖了辽宁的全境，只有大连地区幸免，省内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5到10公里，其中的阜新铁岭、朝阳地区及康平法库局部能见度只有2到4公里。好在哈，昨天晚上这扬沙跟浮尘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据专家介绍说，这次的沙尘天气是近10年以来最大的一回了，影响范围达到了全国12个省区直辖市。专家介绍，这次沙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蒙古国最近一直持续温度偏高，那降水还是比较稀少，再加上最近的大风呢，沙尘就这么被吹起来了。好在这波沙尘天气是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冷空气也是接踵而至，防寒保暖咱不能马虎了。说昨天这天气确实成了话题了啊。是。那今天还有少部分省份受到这次沙尘天气的影响，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护。好了，接下来咱们来说个热榜视频，也跟天气有关。说天有不测，突然下雨，你会怎么办？3月9日，在贵州铜仁，一群刚刚下课的男同学给出了非常有创意的答案啊！再来看看视频。那17、8个大小伙子齐心协力、整齐划一地扛起了教学楼旁边一个大帐篷。哈，由于人多势众，小伙子们只能收起大长腿，迈着小碎步。走过路过的同学纷纷侧目啊！啊，按说如何避雨是一门技术，怎么就被这群男生给整成了行为艺术呢？看到此情此景，建哥我必须说两句啊，说你们这帮男同学平时太没正事了，但凡抽空找个女朋友，是不是也能有人给你送把伞，从此告别单身汉，生活一定更灿烂吗？建哥，你这是过来人的善意提醒吧。那必须。好了，下边马上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吧，咱们静静心啊，推荐一款来自咱们辽宁大连的营养好货，叫海参。说到海参哈，这是咱们辽宁人的骄傲，海参炒饭。辽参产自咱们辽宁大连附近的海域，也就是北纬39度区域。这里呢被称作是海参黄金海域，世界上知名的顶级三大海参产区，也就是日本北海道的海参、中国渤海湾的海参以及俄罗斯海参崴的海参，都是来自于神奇的北纬39度海域。这个肉质肥美、肥厚鲜美和口感、爽滑哈，那个不是啊，那个鲜呐、我这个口水都流出来了。咱不说别的，赶快看片子啊，大连的海参。海参是一种至今6亿年生存史的海洋软体动物，被誉为海洋生物的活化石，所以它自古就被列为滋补珍品，被誉为人类生命元素的百宝箱。要论海参的品种也不少，分布也很广，但咱渤海中生长的辽参那是相当有名气，营养价值、药用价值、经济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咱们家的梅子海参呢，都是通过海蚌子在这里边打捞上来的。原来的工厂没有工厂，也没有居民区，啊，是国家一级的无公害的这个海洋牧场。一年一度的春参捕捞是最让人期待的。经过整整一个冬天，海参的脂肪含量特别低，营养积累丰厚，个个身体肥大，粗壮有力。这个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的辽参。那都说北纬39度的海参质量好，那它为什么质量好？因为北纬39度的水温，那个比较水温比较凉，水温低，然后水啊比较深，这个最适宜海参的生长环境。它长势比较缓慢，更多的能够吸收，就是说海参里的，就海水里的营养。只需要把一切交给时间，等5到7年的功夫，一只优质的辽参就长成了。它富含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质、胶原蛋白和钙、铁、锌、硒，其中参多糖和参皂苷是人体非常需要的营养成分。
那像这样的海参啊，只有在3到5年成年之后才可以捕捞，因为这样能更有营养。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海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大呢？咱这个海参都是七年生，年龄越大呢，它这个海参的肉壁比较结实，比较厚，然后刺比较粗壮，它的体型也比较大，继续的养分比较多，要比水温高的这个养殖的海参呢，营养含量要高。中国粮参春捕首选，这海参当中不仅是富含丰富的钙、铁、锌、硒、胶原蛋白、氨基酸等我们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于提高免疫力、美容养颜、滋补养生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这2021年春季第一捞的野生辽参哈，这鲜滑爽口，营养丰富。所以不想错过这口的，大伙儿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北斗融媒微信公众号，点击页面下方的北方海购，心动赶快行动啊！接下来看一组最新消息。说文旅部市场管理司最近发布通知称，疫情低风险地区对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比例不再做统一限制，由各省区市党委、政府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自行掌握。说为了提升维权体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市场监管总局将开通全国12315平台热线办理进度查询和工单短信提醒两大便民功能。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2021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活动从3月15号持续到5月21号。今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为909万人，再创新高。与此同时，疫情导致更多海外留学生选择回国找工作，这让今年的职场新人们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说市场监管总局15号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5月1号起实行。办法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具体制度规则。说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日前正式颁布，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实施。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和航空销售代理人在7个工作日之内办理完成退款手续。在投诉处理方面，规定明确所有被投诉企业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说中英美等多国古生物学者最近在内蒙古发现一种3亿年前的远古树木乌海泥齿叶，这种树木长着类似松果的果穗和形似杉树叶的叶子，是形成煤炭的主要植物之一。说2021年，北京市东城区将以中轴线沿线为重点，推动故宫周边院落、三眼井片区、钟鼓楼周边3个申请式退租项目。退租后，老院落将逐步恢复原有肌理、传统风貌，再现四合院生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东海航空机长和乘务员空中互殴事件。昨天，民航局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涉事的机长和乘务员被双双停飞。民航局经初步调查，决定撤销涉事机长张大庸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权利和商用驾驶员执照权利，对涉事乘务员杨嘉玲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民航局对东海航空采取了暂停受理新增航线、航班、加班和包机申请以及限制运行总量的处罚措施。另外，东海航空公司呢，对4名公司高层领导职务进行了相关的免职处理，并扣发不同金额的人民币的奖金。这起机长和乘务员空中互殴事件发生在2月20号，东海航空南通飞往西安的 DZ6297 航班上，当天头等舱原本是一位女乘务长，不过她私下跟男乘务长杨嘉玲调换了工作区域，于是呢就由杨嘉玲负责头等舱。在飞机落地西安前50分钟呢，一位头等舱的旅客要上卫生间，但此时呢机长已经在里面，他让旅客呢回座位等候，旅客呢并未理会。而机长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呢，看到旅客站在前面，以男乘务长工作未到位影响飞行安全进行训斥，随后机长和乘务长呢发生了互殴。这俩人下手都挺狠哈，机长张大庸是动手把乘务长的手部打骨折，而乘务长呢把机长的门牙敲掉半颗。随后飞机正常落地西安，机长张大庸让这两名乘务长呢自行买票返回深圳，并继续跟自己同航班飞行，就是没有继续跟他飞行。后续呢，这个返回南通的航班呢有近3个小时的延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当乘客看到机长跟乘务长在1万米高空上大打互殴，这心里得多害怕呀！我的心离开你3万英尺的距离啊，这也太不把飞行安全当回事了。平时要求乘客这样做那样做的，禁止乘客这样那样的，那你们机组人员竟然打架，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所以涉事机长和乘务员必须为自己的不理智行为买单。对涉事机长撤销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权利和商用驾驶员执照权利，对涉事乘务员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是啊，民航局这次对于东海航空机组斗殴事件的处罚呢，对飞行人员的处罚比乘务人员要重。被处理的机长被吊销了商用执照，未来也很难再重新申请相关飞行的许可了。这意味着他至少在中国境内将不再以民用航空人员
员的身份再飞上天了。飞行安全无小事哈，一飞机乘客的生命安全啊，都在机组人员的身上，不能当儿戏。所以呢，都长点心。接下来呢，咱们说天下新闻继续要给几位好心人点赞。第一位是浙江杭州人，说在13号傍晚呢，杭州西湖边上一个7岁大的小朋友呢，不小心掉进了湖里。那孩子妈妈向周围人求救啊。当时孩子在水里挣扎哈，水都没过了口鼻了。而危急时刻呢，就听见扑通一声，有一名黑衣男子跳进湖里，向男孩的身边游，一把捞住了孩子，朝岸边游了过去。岸边的热心群众呢，是一起把他们给拉了上来。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孩子被救，孩子妈妈不停说着谢谢，还追着黑衣男子跑了10几米远，要想加个微信表示感谢，但男子当时呢，却连姓名都没留下。后来呢，经过多方打听，还是被找到了这位好心人。他就是浙江省第二监狱的民警陈延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图片当中右边这位。嘿，这陈延明今年呢35岁，喜欢运动健身。当天呢，他和妻子把孩子送去上课，正在西湖边散步呢，就听见有小孩落水了。他的妻子范倩说，当时真的挺揪心的，就想让丈夫去救孩子，因为知道他游泳游得很好嘛。可是还没等自己开口呢，就发现丈夫已经跳下去了。陈延明妻子呢，也是一位监狱民警，两个人平时呢封闭执勤，个把月呢才能见上一面。陈延明说呢，当天原本是想陪他逛西湖，结果没逛成，还让他开车，带着全身湿透的自己回家冲了一个澡。陈延明说自己会游泳，救人呢是属于条件反射。他说谁看到啊，都会像我这样伸手相救的。朴实的一句话呀，必须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是的，当然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哈。我们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件事呢，是发生在四川成都的地铁上，也是有一个小伙子默默地做了一件好事儿。他做了什么呢？就是在地铁上帮助一位老人家拖住背在身后的背篓，来减轻老人负担的重量。这一幕被旁边的乘客拍下，不少网友看到后直呼被暖到了。当时啊，有一位老奶奶是背着一个大大的背篓，这里面呢放的是满满当当的菜。有不少乘客看到了，都说要给老人家让座，但是呢都被老人给谢绝了。老奶奶说呢，就一站两站的路啊，这个没关系的，就独自站在车门旁等。就在这个时候，旁边这位小伙默默地伸出了手，托在背篓的下方。对，这位暖心的小伙子呢，是成都高新公安分局政经文保署经侦大队的一名民警。当天他是穿着便衣外出工作的。是啊，咱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当时看着他的肩膀不停地在抖动吧，因为肯定是在调整那个背篓的重量，也反映出这个背篓挺沉的，所以说我就走过去，然后用手帮他拖着这个背篓，希望也能减轻一下他的那个就是背篓的重量。当然我这只是一个挺小的事，我觉得应该大家很多人可能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跟我一样的，就是去帮助别人。也谢谢大家，让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能够继续传递下去。嘿，多暖心啊。小陈说呢，老奶奶下车的时候他还特意问了老奶奶是否需要陪同，老奶奶又是婉言拒绝了。小陈还叮嘱老人家一定要慢着点。对，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遇到这种事儿都会跟我一样去帮助别人，谁看到都会去帮忙，举手之劳而已。那这样的心情呢，跟刚才说到的陈延明一样的是暖心的。对，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善意确实是很暖心。你比如说这个在雨夜当中为维修工人撑伞的10岁男孩，他叫李明博，是山东日照人。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位工人正在冒雨维修设施，于是他就上前把伞撑在了工人师傅的上方。大约10分钟之后，工人施工完毕，他才回到父亲的身边。还有下边这段，去年12月发生在山西晋城的画面。当时一位老人过马路的时候，手里的一沓现金不小心脱手了，老人努力去捡，但钱被风吹得散落一地。这时候有两位市民路过，主动上前帮助老人捡钱，并如数的归还。用善意的举动定格了暖心的瞬间，让更多人看到爱的传递。这应该就是世间最美好的画面了吧。是啊，多暖啊。是吧，郭健？哎呀，一幕幕暖心又美好的场景啊。接下来我要说个反差挺大的事儿了啊。你说我怎么我不爱说这事，下回有这事给他俩说啊，我就说好事行。嗨，来看一条热门视频。在3月12号，徐州两个孩子在玩的时候追逐摔倒，这很正常对吧？但是两个家长沟通的时候发生了冲突，他俩是相互踢了对方的孩子，还撕扯扭打在一起。咱一起看。刚放我出来，你没有把我加进去吗？谁来？你动手打了你一巴掌。我承认，我打了别的承认。
秘鲁最出名的鱼是好好说就是。我就好好说，他不回答我，他好那态度沟通很重要。我当时气火冲心，我的精神又失常，我叫人抱垃圾的，那又摔跟头，我就想死的心。您说说啊，来不来气啊？你俩大人这算什么能耐呀？最可气的是，社区民警在现场处置的时候，其中一名家长还把民警给打了。先打人家孩子的和打警察那是一个人啊，被抓了之后还说呢，我刚放出来又把我抓进来，我男朋友跟我分手，我气火攻心呢。你说就你这样的，谁能跟你过得了吧？啊，最终这名家长因为涉嫌袭警被警方刑事拘留，好好反省反省吧。啊，好了。闹心的事就说到这儿，下面咱来看看这互动的情况。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的双胞胎多吗？双胞胎有什么趣事呢？大伙儿的留言，这位叫郊野公园光头强啊，说我的侄女儿就是双胞胎啊，但是他们这两个老分不清谁是谁的老公啊，这有时候就认错了。有一回妹妹亲了姐夫的脸一口啊，你想想当时是什么后果？什么后果？反正姐夫挺高兴呗，可能是。嗨，这位叫你不知道我多傻，说我想盼着老杨再生对双胞胎，为国家做贡献，希望梦想成真啊！您得问他。您饶了我，我都什么岁数，生不动了。你问他同不同意？你给养的是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太空堡垒骑士团啊，说今天终于见到女神蝈蝈和油腻大哥老杨，还有小可爱郭建了。哎呦，谢谢你啊！我还是可爱呢，我还这几个形容词儿太到位了。到位啊！但是我们都播了两个多月了，你咋才来呢？哎，你知道你说到双胞胎这个话题，我想起上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两个就是女同学，她们俩就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嗯，她们小的时候曾经发生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父母真的容易搞混，就会导致给孩子洗澡的时候，一个没有洗过，另一个洗了两遍。嗨，好了，我们进来看一则最新消息。说东京奥组委宣布25号启动的圣火传递出发仪式将在无观众状态下实施，这是为了避免人群密集而采取的防疫措施。东京奥组委呼吁人们不要离开自己所居住的都道府县前往外地观看圣火传递，可在本地观看，但需要佩戴口罩，以鼓掌方式为火炬手加油助威，避免大声欢呼。说最近日本立木县一处养鸡场确认发生禽流感疫情，是本季第18个出现疫情的县。日本农林水产省随即召开防疫对策本部会议，农林水产大臣野上浩太郎呼吁应持续采取最高等级警戒措施。受巴西全国自然人登记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近一年来巴西死亡人数增幅是过去17年间死亡人数年均增幅的8倍。新冠疫情期间，隔离政策使交通事故等方面的死亡人数减少，但过去12月总体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凸显了巴西疫情的严峻性。说葡萄牙政府日前开始逐步解除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封禁措施，根据计划，从3月15号起，葡萄牙开始恢复幼儿园和学前班教学，开放外卖商店、理发店、图书馆等。说塞拉利昂15号正式启动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总统比奥是该国首位接种者，希望通过亲身示范鼓励塞拉利昂民众积极参与接种。说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宣布，将原定于14号到期的现行防疫响应级别延长至2周，到本月28号。目前韩国首都圈和非首都圈分别实行2级和1.5级防疫响应级别，禁止5人及以上私人聚会。好，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说天下，我们进来再来关注一个人哈。昨天呢，有一个背娘上大学小伙回应曾经拒绝55万年薪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迅速获得了6000多万的阅读量啊。刘秀祥，这个在12年前感动我们的名字，再一次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这个刘秀祥的故事呢，励志也充满了温情。4岁那年，刘秀祥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因伤心过度患上了间歇性精神失常，失去自理能力，哥哥姐姐们都因不堪家庭重负相继离家出走，曾经的六口之家在刘秀祥10岁那年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个人是相依为命。是啊，年幼的他一边照顾没有自理能力的母亲，一边想方设法的去赚钱维持生计，劈柴做饭种菜，他一样一样的去学。而中学时候，他带着母亲在县城读书，因为没有钱租房子，所以呢，他就用稻草在学校旁边的山坡上搭了一个草棚，母子俩就在小草棚里生活了3年。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刘秀祥经历了两次高考，终于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因为母亲无人照顾，刘秀祥只能带着母亲一起来走入大学校园。2008年9月，刘秀祥带着母亲到大学报道，他的故事被媒体发现，刘秀祥千里背母上学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是啊，大学4年的时间，他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做着各种兼职来维持生活，将打工所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母亲的住院治疗，一部分寄回了贵州，资助初中解费品的时候认识的三个弟弟妹妹去上学。之后刘秀祥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这次上热搜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刘秀祥做出了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是的，刘秀祥想要通过教育影响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于是大学毕业之后，他拒绝了城市当中年薪55万的工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带着母亲回乡任教。特岗教师8年间，为了劝说家长让娃娃们读书，刘秀祥跑遍了每一个村庄，跑坏了几辆摩托车。在他的感染下，这里的人们被唤醒了。现在他所在的望墨县实验高中已经从8年前的70个大学生变成了1270个大学生。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1200多个家庭的希望。而如今刘秀祥依然是致力于助力贫困学子圆大学梦，直接或者是间接资助学生2713人，截至2020年9月，资助金额共计290多万元。读书度己，教书度人，这个曾经行走在黑暗中的少年，又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光。对于摆脱贫困的理解，刘秀祥的两句话令人深刻啊。他说呢，走出大山不是为了逃离大山，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大山，反哺大山，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思想上的贫穷比经济上的贫穷更可怕。像刘秀祥这样返乡建设的事迹，在每一片土地上都生动地上演着。他们用选择和坚守，唱响了一曲逆行之歌。从苦难中来，在苦难中成长，如今又帮助更多的人远离苦难。为刘秀祥点赞，也希望刘秀祥的事迹呢，能够感召更多的优秀青年，用实际行动来反哺、养育自己的家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在生活中啊，每个家长也都是孩子的榜样。比如下面这段热榜视频，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最好的言传身教。3月13号的早上，在武汉地铁3号线中关站，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刷卡进站的时候，已经超过免票身高的儿子紧随其后通过了闸机。走在前面的爸爸发现之后，立刻停下了脚步。监控画面显示呢，父亲用手指向闸机，要求儿子回去重刷。儿子立刻拿出挂在脖子上的地铁卡，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了进站。随后，武汉地铁公布了这段视频，为这位父亲教科书式的处理行为点赞。良好的家风传承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教育要从点点滴滴做起，相信小朋友长大成人之后也一定是文明的传播者。当然，人生并非只是有一种可能，对吧？只要抱着积极的生活态度，不断努力进取，就可以活出更多的精彩。是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在沈阳还有这样一位刷碗大爷，他是凭借着自己的励志视频和风趣幽默的东北方言表达走红网络。视频中的这位大爷名叫周向民，今年56岁。周大爷是抚顺人，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前年，周大爷来到沈阳的一家饭店当洗碗工。去年疫情期间，饭店经营惨淡，很多服务员都走了。周大爷从洗碗工摇身变成服务员，没想到就是这一转变，居然让周大爷在网络里火了起来。军绿色短衬衫配上视频中的同款笑声，只要和周大爷聊上短短几句，你就会感受到他散发的感染力。虽然拍了几条视频火了，但是周大爷从来没看过任何一段视频，对自己的走红毫不知情，只知道每天很多人慕名而来。然后看到大爷拍的那些搞笑的段子，挺励志的。然后这么大岁数了还干活，活到老学到老，向他学习。这家饭店的一半的顾客都是外国朋友，为了更好地和顾客交流，周大爷没事的时候就和外国厨师学英语，简单的早上好、欢迎光临等问候语，虽然发音不标准，但却让网友感受到了质朴和亲切。
周大爷一方面学习英语，一方面坚持健身，这些也被饭店老板周颖发到了抖音上。周颖风趣幽默的提问配上周大爷随口一说的真实话语，让周大爷最火的视频点赞量30多万，浏览量800多万。周大爷说，希望大家对自己的热乎劲儿能让餐厅的效益暖起来，也希望能给年轻人一些正面影响。我这么大岁了都在不断学习，有什么可难的？就是说是让你们年轻人呢，在难的时候苦时候看看我，就你就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了。活到老学到老嘛。跟我长得差不多的人都叫大爷了。当然许多平凡的人啊，走到一起做着不平凡的事儿，为他人送去帮助和温暖，用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大爷。不是，这样的人就值得我们致敬和尊敬啊。是的，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向经典致敬，向英雄致敬，向专业致敬。是啊，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沂蒙》昨天晚上亮相盛京大剧院，老好看了。全新呈现的芭蕾舞剧《沂蒙》以沂蒙颂为蓝本，以更加深刻凝练的剧情脉络，将《乳汁救伤员》《永远的新娘》《火线桥》等真实感人故事有机串联。当年参与《沂蒙颂》的作曲、服装设计的刘廷宇、李克宇两位老艺术家，继续用深厚的艺术积淀为新舞剧的创作保驾护航，同时一些新的舞台元素也在剧中有所体现。用了一些多媒体啊，用了激光啊这样的一些新的手段，就希望能够让这个舞台的呈现能够让年轻的观众能够喜欢。我们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些新意，包括我们在舞剧当中是看不见一个坏人的啊，没有反面角色，但是也是故事在不断的推进。为了让年轻的演员能更好的演绎出当年这段沂蒙情，中央芭蕾舞团自2017年多次组织创作团队分批前往沂蒙山区，感悟在战争年代战士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横扫救人的勇敢。昨晚的演出，演员们的投入表演配上沂蒙小调、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等经典老歌，也深深感染了台下的观众。看完这个沂蒙特别感觉亲切，也回忆了我过去对沂蒙这个歌沂蒙颂这个能够的回念，所以感觉到特别亲切。这个舞排的也特别这个适合我们现在青年人和老年人回顾来看。记者孙军、童浩报道。说近日在辽宁沈阳，一位78岁的老太太拎着一个全身锈绿色的神秘箱子到派出所请求民警打开。一番询问后，老太太说，因为老两口经常因为看电视打架，她怀疑丈夫把电视遥控器锁在箱子里了。民警一脸无奈，叫来开锁师傅，打开一看，果然发现了电视遥控器，同时还有大爷的私房钱。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大爷损失太惨重了，可谓是赔了遥控器又折钱呢。说3月2日凌晨3点多，杭州某派出所接到男子施某报警，说他被关在了一辆私家车里出不来了。民警赶到现场，联系车主将车门打开，并将施某带回派出所。施某交代，他最近手头紧，于是去拉车门碰碰运气，一连拉了10几辆车的车门，还真拉开了一辆，赶紧钻进车内关上车门，翻找了一圈，但是一无所获。可是当他想走的时候，车门却自动上锁，无法打开，情急之下他才拨打了110求助。说近日澳大利亚一艘轮船上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有6-7只海狮趴在轮船球鼻手上，缩在一起享受旅行。船员说，这些聪明的动物厌倦了游泳，所以就跳上船搭便车。说在澳大利亚一个袋鼠保护区，有一只4岁的袋鼠名叫鲁菲，它8个月大的时候被救到保护区，从那时起就对沙发特别感兴趣，现在它仍然痴迷于自己最喜欢的座位，坚持每天晚上来到屋里赖在沙发上不走。这说明美好的生活人和动物都向往啊。说近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项研究发现，猫视频不仅能娱乐大众，更重要的是观看猫视频可以提升积极情绪，减少负面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观看猫视频情况以及情绪影响，受访者表示，通过网络观看猫视频之后，感觉自己精力更充沛，情绪更积极，焦虑、烦躁和悲伤等负面情绪也大幅减少。说对象，欢迎回来，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的双胞胎多吗？双胞胎有什么趣事呢？
首先来看一看木春燕子说，我老公就是双胞胎，他和他哥俩呀长得不是很像啊。确实双胞胎好像有这个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好像是这么叫吧啊。要同卵的长得像，异卵就不像啊，但大多数比较像啊。这异卵就一个长得跟健健似的，一个长得跟老杨似的，那这差得太远了。这个这就只能扔了。这个这俩都得扔了。坚强战斗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坐值周去检查，碰见一个男孩，刚跟他说了几句话，往前走了一段，我又看见他了，我说你这么快你会瞬间移动啊，后来才知道这是俩双胞胎。这确实挺有意思啊。那可见生活当中还有会发生这很多这种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了，这个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叫做骑士团呢，他又说了，我家的表弟生了龙凤胎，我小叔生了双胞胎女儿，一个家族出现好多个双胞胎，这说明你们家族可能有这个遗传因素在这里边啊。网友泰迪说，不要刻意去要双胞胎，双胞胎分娩和婴儿儿童较高的死亡率，母亲和儿童在怀孕期间、分娩期间和分娩之后并发症相关。这一看，虽然我听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但是不明觉厉，一看就是专业人士啊。网友小娇妻说，有一次听说这个双胞胎哥哥弟弟在那儿吵架，弟弟一气之下想不到反击的话，就对哥哥说，你看你长得丑的。哥哥说，那你不长得和我一样吗？弟弟当时就没词儿了，真心疼弟弟三秒钟。还有网友这个知名人士说，我小时候经常饿肚子，因为我是双胞胎，我妈经常喂我哥吃两次午饭啊。那你哥吃两次，你还洗两回澡呢，就像郭刚才说的。哎，问问你俩啊，关于双胞胎这个话题。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特别期盼我自己可以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这样的话上学去考试的时候就可以让她替我去考了。这样，万一拉学就有人欺负了啊。你小的时候没有过这样的幻想吗？我小的时候实际是同学里边是有双胞胎，但是我们的同学，我这个年代，他妈妈爸爸为了区分，两个人衣服肯定穿的是不一样的，不然的话父母也看不出来，是吧？还有这样的，就是刘海一个往左分，一个往右分，这样比较好区分。看不出来，就是俩人是红的、绿的、绿的、红的，就肯定是不一样的衣服。我说这有意思，老大衣服一般都旧一点。但你知道，其实。